要不我送你回酒店吧。啊？我们送你回酒店吧，宝贝。要不我自己回去吗？没事没事，我送你去我酒店。没事，没事，我没。我送你去我送你去我酒店吧。对呀、啊。你还没开好房吧？嗯。你住我的酒店吧，我今天晚上要走了。你住我的酒店吧，好吧？他回他自己家，他不跟我们一起，让他滚蛋就完事了。不好意思啊，你跟我说啥呢？你说啥呢？啊？干嘛？干嘛？啊？干嘛？啥？我回我自己家。怎么了？哎呀，开玩笑的嘛，开玩笑的。你要送一起送。哎，我跟他是朋友，认识很久了，这我送给他，这不很正常的事情吗？啊，是啊。啊，对不对？不是你什么意思啊？谁是家里的大小王不知道吗？啊？谁是家里的大小王你不知道吗？啊？分不清谁是一家之主了是不是啊？啊？我说了，今天晚上。是不是想给你面子啊？我说了，今天晚上我送他，你自己回去。这狗牛逼下来。我说今天晚上我送他，你自己回去，可以吗？你再大一点。我说可以，一起送。那出味儿，干嘛啊？你干什么啊？真的是啊！小的时候都喜欢捏我耳朵，现在还喜欢捏你哥的耳朵啊！真的是让你嫂子看了吃醋怎么办？真的是，哎呀！你看他真的。哇，他喝多了，我来扶你吧。啊，没事没事，要不我背你吧？没事，我自己走。哎，我脚痛。哎呀！太他妈上良心了，他。我刚他太他妈上良心了，兄弟们！哎呀！好，你脚崴了就死一边去吧，好吧，去那边坐着，我们先走了。背我，背你，走，走，他脚崴了，快走，快，他脚崴了就快走啊，快点走，快点走，走快点，走快点。还有嫂子，要不我跟五哥一起送你回去吧？不是送啥，你有啥好送的，你就不要送了，好吧？你也想休息一会儿，你就不要休息了，你赶紧找个地方随时便便那啥一下吧，好吧，就不要休息了你啊，行吗？哎，我看到一个美女，兄弟们，我看到一个美女，看到没？真的美女，不是你干嘛呀？人家喝多了还要你还要人家扶你？你看他，我没事，你看嫂子像喝多样的吗？没喝多。他这个样子就是喝多了，你看他脸红的跟什么似的。背一下好吗？你背一下好吗？啊，你都让我背他？你背嘛，连你都让我背他？帮你举，你这裙子会走光的。会走光的。哎，穿的是裙子，不能背，穿的是裙子，不能背。那背了走光，我 A 累了，我的妈的得赔多少钱，你知道吗？抱吧。那也不行，那太过亲密的接触的话也会逼累的。那你们把我抬回去。你自己走吧，自己走路吧，好吧。那你这样很过分啊！哎呀，你是我妹妹，又不是我女朋友，那赶紧滚，不要那么装逼，好吧？走了，我送你哥送你回家，好吧？回老家去，啊，回去捡牛屎去，好吧？不要出来玩了。真的好痛啊！猪八戒背媳妇儿，哎呀，好了，行了，那走了哈。那妹妹，你那个那什么，你先去，你帮你姐姐拿一下包，背一下包。不，我包轻。我跟你讲，这种事情就让我妹妹来干，好吧？来，放手。没事，我自己可以背。啊，来，帮你姐背一下包。好啊，你脚崴了我。啊，不用管他，让他背，嗯，他背吧。
缠住了，猪吗你是啊？啊，是缠进去了。我背。来来来，你背我。我不背。那奶茶你也帮他拿一下，他的奶茶你帮他拿，快点帮你嫂子拿一下。欺负我？我没欺负你，他的眼镜你也帮他拿一下，没事吗？要不我让我妹妹背你一下。啊？要不要？不，没事没事没事。来，他小的时候吃牛肉长大的。给我拉着，我背。来啊，那背，那背。我来，上。我上来。你背得动吗啊？我上来，没事，我背你。你背得动吗？你这啊？我脚瘸，我也能背。是吗？喝多了。他喝多了，他喝多了，没事没关系，你也喝多了。能背。你能背是吧？那你拿着拿咋的？你要不要？不要。不是不是不是，你先拿着，你先拿着，你先拿着。你说啥？没事啊，走啊。干嘛？啥意思？没啥意思，走啊，走啊，走。不，嫂子喝多了，你帮他拿奶茶，我背他。黑脸。干嘛？他喝多了，我背他。我脚突然之间不痛了。不痛了，不痛了，来上来吧。我上来，没事，我。那你帮我拿包，我来背他，快点。不用，我来。我背。快点。你不用你。我脚真的不痛。不用你，我。上来，快点。他穿的是裙子。我穿。你上来。我穿裙子。没事，没事。秋秋来吧，秋秋来吧。听到没？你一个女孩不好背，你知道吗？你我背。来来，拿着，先拿着。你刚说什么？你刚说什么？你能背我吗？我能背你啊！等一下，不要动，嘴巴旁边这个什么，纸巾啊。现在没了，我背你是吧？那行吧，那我背他吧，你拿着吧。你背我？你拿不方便。拿着。拿着，你背他，帮他背一下包。哦，文斌你来了，我服了你了。挂了。背我背得动啊！只是说，邱玉生，我他妈手忍出血来了。我跟你讲。不要从后面拍啊！不要从后面。啊。思思的手忍出血来了。啊？什么？我去背谁拿你们？我现在力量特别大，要不嫂子我来背一下。没事，不用。要不你背一下我也行啊。走。他喝多了，人家喝多了。我也喝多了。哎呀，人家喝多了背一下不很正常吗？是不是？我也喝多了。喝多了。哎呀，不用喝了。不行。好，我欠你5杯酒，好吧？好。是吧？到地方了，差不多了啊。好重啊！你有多重啊？哎呦，哎，你别动！你有多重？你告诉我，30斤，300斤吧你？我20斤，不，不要乱踢啊！羡慕不来啊！你20斤，那你赶紧滚着走啊！背一背我吗？背你个头！你是我哥，你不应该背我呀！啊，你又不是我女朋友。嗯。那你小时候不是背我了吗？哎呀，小的时候是小的时候嘛，是吧？长大了现在，哎，真的，不要逼我叫闪现啊！来，
没有啊。啊，我真喝多，哎呦我的妈呀！喝多了，喝多滚一边去吐。嗯，不要吐我身上啊！小心，等一下我不答应你了啊！答不答应你什么？啊？你猜呀、啊？不答应我什么东西？啊？包包，衣服嘞？收破烂嘞？旧冰箱，旧空调，洗衣机。大王，快点下来！快放得下来！啊、我车钥匙，哎呦，车钥匙。快点把包给他。好，那你打车走吧啊，拜拜。我车坐不下，我的 这车只能坐两个人啊。不要了，这不要了，随便。你要打车啊？你这是赶着谁啊？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啊？他给你面子了是不是？不是，我跟他很认识很久了，不一样，你知道吗？我认识很久了，你怕啥呀？问那啥？怕啥呀？要那啥早不那啥了吗？今天晚上要走了，是不是都还要给我整事儿？啊？啊？那不都要走了吗？得在这个城市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嘛。哈，美好的回忆是吧？对啊，是吧，这都要走了，不得在这个城市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，还有一个。刚刚它重不重啊？还可以，就有点软。哪里软？哪里都挺软的。那你挺硬的呗。对啊，我身体挺硬朗的呀、我身体是挺硬朗的啊。哎呀，不要这样嘛！真的是，这有啥嘛？你告诉我这有啥？啊？我不管了。我先送他回酒店，好吧？我不管，我要去。干嘛？你去干什么？那嫂子喝多了，我不是应该呀？不是你，我那行，那你可以去，可以，你回你房间好吧？我送他去我房间，可以吧？不是干嘛呢？这孤男寡女，你是不是要死啊？啊？不是你干什么？有点嚣张啊你啊！今天这不太给你面子了？对不起，谁家里大小王是吗？再给我拎一箱，别吐！不知道谁，不知道谁是一家之主是不是？我给你三秒钟，你放下，三、二、一点八、一点五。继续啊！给你嫂子看到了啊！他喝多了，看到啥？看着，没事吧？啊，你脸都红了，我靠！哎呀，没事吧？来靠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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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靠一下。靠啥呀？靠一下。我好难。没事没事没事。哎呀，我也好困。嗯，我要扶自己走吧。我们去你家，去你家好吧？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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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去我家，我觉得挺好的。可以是吧？那行，那行，去你家啊，去你家。干嘛？没事。没点订阅，点点订阅，兄弟们，把右下角那个免费的订阅点一点，一波涨十个订阅好吗？兄弟们，谢谢大家啊！一会儿给大家抽一个1000块钱的虎牙一号啊，卡卡牌子，身份牌子。你坐这吗？你打个摩的，或者跟着车轮子一起滚。啊，开玩笑的，坐吧，坐，自坐，请坐。对呀、麻烦你，求你了。今天开了，啊？你今天开了车啊？对啊。那我们去。不，我开这台。那文斌，你去开那台，你把绿膜开回去吧。我有钥匙。嗯，你有钥匙是吧 ？OK。我们一波涨十个订阅，好吧？坐副驾驶。对啊，那是我女朋友专用座。啊，不，我的意思是说，那个她都喝多了，你就再说一遍，你女朋友谁呀？你女朋友谁呀？我女朋友就是她的陈，就是陈乔恩，好吧？
我跟你讲，你不要得寸进尺啊！我知道你一直从小就喜欢哥哥，好吧？但是，我迪丽热巴呢？什么？你说什么？迪丽热巴？你他妈雷霆嘎巴！你雷迪丽热巴？你马尔扎哈？你，我行了行了，好了好了，把手放下啊！啊，我们不能乱轮啊，好吧？上车上车。要不上这辆车啊？上，有本事你上，你不上我看不起你。真上？你不上我看不起你。我真上。你不上我看不起你，好吧？没点订阅，点订阅，把右下角那个免费的订阅。